但是流血了。没关系，男子汉，这一滴滴。嗯。没事，不影响你洗僵尸。破了点皮。破了点皮而已。我看，我瞧瞧呢。那石头压的。哦，有一点点，有一点点。那你等会儿再用这个手，先用这只手洗僵尸。用那只手洗掉屎，都洗洗，用着你洗洗。哇的，这鲨鱼，血盆大口，是鲨鱼堡僵尸，潜水艇。爸，鲨鱼对，鲨鱼、章鱼、橄榄球。张开大口，把章鱼吃掉。吃章鱼。章鱼被吃了。这个章鱼有几只？有几个触角？四个，六个，看不清楚。鲨鱼会游泳。啊。啥？还是在流。没事儿，这一点点。你男子汉，还有橄榄球呢，橄榄球真。橄榄球穿着这身衣服怎么游泳？太重了。那变成那个橄榄球头盔，大头盔。找到没有？禁止马克笔。他说在恐怖地。找到你了。机甲模式。开始头盔模式。嗯，头盔模式。嗯，这头盔模式挺难拼的。啥也不用。主要是有点硬。哦，真棒！我玩玩，我看看，哎，变成了头盔。头盔宝，真棒的。那头盔可以放在水里了，对。鲨鱼。现在。这个章鱼海盗。也会游泳。章鱼肯定会游泳，在水里长大的。禁止马克笔。嗯。把禁止马克笔要。你听说过啥是禁止马克笔？禁止马克笔在恐怖地。好。把禁止马克笔在恐怖地。好吧。爸。嗯。还有两个指甲。嗯，这里有两个。那另外一半还有。还有。嗯。这是唇瓣。左边、右边。左边、右边也可以分开。嗯。找到你了，禁止马克笔。还要追呀、啊。轻点拧，要是把手伤了。
合体。Fish， 鱼吗？是鱼。鱼 fish。嗯。把它有两个炮筒。嗯，炮筒。两个炮筒。嗯，发射。嘣嘣。嘣嘣。这个章鱼没有盖子。有盖子。嗯。盖子呢？是不是拿反了？这样，这样吧，这样下水，对，潜水艇。感觉不像是潜水艇吧？你像啥？啊，我怎么把它触角给掰断？安进去，很简单。可以下水了吧？这样就变成章鱼船，章鱼啊！章鱼船，开走。橄榄球。你的你的鲨鱼头盔，鲨鱼头盔不能洗，洗了没啥戴了。给他戴上、啊、这也是鲨鱼吗？嗯，对，这给他像鲨鱼。对，大鲨鱼，你这是大鲨鱼，他是小鲨鱼。嗯，这弄到我裤子，没事，一会儿就干了。没事，我说。嗯，你是男子汉，当然没事。嗯，这个拿不下来。嗯，我再来。轻点儿，别拔坏了。等会儿我试试。僵尸博士。我给僵尸博士加油。洗得澡，我是喝水呢。咕咕，咕噜咕噜咕噜喝水，咬到水。嗯。水它漏了。水被它吃了。博士喝不了那么多水，那就等球。橄榄球喝。嗯，他没有嘴，他也没有嘴。嗯。就鲨鱼有嘴。对，张着大嘴，看见谁咬谁，啊，咬。咬单球。咬不动，橄榄球太硬。牙齿，shark， baby shark， 我这还咬住了，真的咬住了，咬住它机械臂，嗯，咬住它机械臂，嗯，咬住它机械手，机械手好的，机械手卡在它嘴巴里啊，嗯。啊，救不出来啊！只要不，他不，只要不张嘴，就出不来。爸，嗯，给他机械手。
可见肉吃，饿成啥样了？这手是铁的，能吃吗？手是湿透了，个屁了！哎呀哎呀呀！湿透了。把机械手给它吃。嗯。把机械手被它咬到了。嗯。那台球怎么走呢？自己想办法，我也不知道。橄榄球被植物打倒了，拉走。橄榄球需要很多植物来打它，它太强壮，很难打死。鲨鱼也很强。嗯。那鲨鱼也很强吗？很强，鲨鱼在水里那可是王者，水下王者。还有，船。把你看，两个豆豆，发射，爸，他再也不听了。把机械臂找回来吧。看，大机械臂不要了，都让他，还给他吧。还是还给他？还给橄榄球吧。橄榄球没有机械臂，他就站不住了。找一个僵尸司机，在这呢，在他哪儿？不是，是他。这司机在哪儿？这下我们过了。换新水，水银。新水。你真厉害，还洗啊，再洗一遍。啊，鞋子湿了。咋了？去哪里玩玩好了？把一下章鱼。嗯，那小章鱼。啊，这小章鱼可爱。可爱。那就是鲨鱼。不止可爱，还好吃呢。哎、这鲨鱼怎么了？鲨鱼吃小鱼呢，张着大嘴吃小鱼呢。